变硬的胡子。我真是饼干城里最帅的警长。滴滴，哎呀，糟了！糖，你去哪儿？我去见女王陛下，要迟到了。糖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太阳。哎呀，疼疼，你的胡子。我的胡子。这软趴趴的胡子，好，你的胡子受潮了，只要喷点干燥剂，那还不快点去拿来？好，干燥剂。上面说干燥剂不能喷太多，不然……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喷上再说。等等。怎么会这样？喷太多干燥剂，胡子就会变得硬邦邦。那快快帮帮我，怎么按不下去啊？谁呀、啊？是我，快帮女王陛下。陛下，欢迎光临。怎么这么慢？女王，女王快请进。警长，你拿本书干什么呀？快拿开。女王好。免礼。警长，你怎么没去王宫报道啊？今天有点不舒服。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陛下，很不舒服。陛下，既然你已经大驾光临，不如视察一下警局吧。是啊，是啊，陛下。是的，这主意不错。快点弄，快点弄！这么多奖杯、我记得这个奖杯是我颁给你的。陛下。到底怎么啦？陛下，请到我的房间视察。好的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我房里有解药。老大，老大，您怎么了？奶油面粉用完了，我根本没法发酵霉菌了。老大，你可千万别急，我马上去买。买什么买？是偷。偷什么偷？是抢！去给我抢！哎呀，不好了，警长的胡子被烫软了，这下可没行了。不会的，曲奇他会有办法的，加油加油。那让我们走着瞧吧。哇，这个房间真有趣呀、哇，这钟真有趣啊。真的吗？陛下，您真有眼光。告诉您个秘密，我还在这钟里睡觉呢。说到这钟啊，可是我的得意发明。发明这钟的时候可有意思了，我当时是这么想的。曲奇怎么办？这药有问题呀、糟了，我拿着发酵液害得胡子发酵了。
警长，你搞什么鬼？不不不，陛下，你听我说呀。剧情怎么办？哦，小心点。对不起，陛下。剧情。陛下，够了，剧情，累死我了。抢劫！有人抢劫！嘿，这帮强盗，我来了。抱歉，陛下。怎么回事？头胡子。哎呀！这一次可抢到不少好东西，看还有水果呢。老大一定会表扬我的。我表扬我？尝尝我的麻花拳。警长。不许笑，看招，吃我一拳。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打不着。还是尝尝我的麻花拳吧。警长拍门，再补一拳。站住！不对，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我来了。快搬，快搬！不许动！又是可恶的警长！警长，我笑了。不许笑，开枪！还击呀，还击！警长，这下你只能乖乖躺在这里，看着我把战利品带走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，警长的胡子变成这样了，根本打不赢了。不会的，警长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。警长加油！那我们来赌半块面包吧。快装船！可恶！我饼干警长绝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没脸大盗，看招！是什么？想玩倒油，那我就跟你玩玩。脑袋太棒了！谢谢。你给我气的，我们还会回来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哎呀，嘿，这胡子真好用。
陛下，我的胡子立功了。陛下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陛下，别跑啊！我再给你展示一下。陛下，陛下，女王陛下。哎呦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